大家好，我是旭哥，我可爱，欢迎收看旭哥手游攻略。那这是主攻冲冲冲。那旭哥这一集攻略要分享这游戏最多组的礼包嘛，还有将近这个30组的序号，爽爽的领起啊最强的福利都在这一集攻略。来分享这游戏呢，可以免费入手6只紫色神角啊。跟着旭哥这个抽转蛋，6只紫色角，爽爽的领起来！好，还没订阅频道呢，记得订阅频道，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那频道有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还有礼包码、礼品码、兑换码、游戏的虚宝需要独家最新。那旭哥来分享这游戏最全、最多组的礼包码，还有详细的兑换教学攻略。我们首先点画面左上角人头。点进来之后，我们点这个画面左下方的这个兑换码，这边就可以输入了。那我们就来输入第一个 VIP 233，VIP 233啊，你这个确认，这边可以拿到转蛋券。好，那接下来下一组 VIP 666啊，你确定，这可以拿到转蛋券，还有这个蓝品质的这个任意装备神装拿起来。好，那下一组是这个 VIP 888，VIP 888啊，你确认。就可以拿到转蛋券加168的降魂。好，那下一组是 VIP 999，VIP 999啊，你确定？这个拿到转蛋券加精良武将碎片20个。好，那下一组是 VIP 2022，VIP 2022啊，你确定？这个拿到转蛋券加普通星石20个。好，那下一组是这个 GIFT ARIES，GIFT ARIES 啊，你确认？这个拿到这个破贼文书鼠，还有降魂，还有蓝品质的任意装备。好，那下一组是 GIFT ABBY，GIFT ABBY 啊，你确认？这可以拿破贼文书5降魂168个，还有这个蓝品质的任意装备。好，那下一组是 GIFTK7，GIFTK7 啊，你确认？这可以拿到168个破贼文书位，然后168个降魂，还有蓝品质的任意装备。好，那下一组是 GIFTEGG，GIFTEGG 啊，你确认？这可以有168个这个破贼文书蓝，还有降魂168个。然后蓝品质的任意装备。好，那下一组是 GIFTRITSU，GIFTRITSU 啊，你确认？这个有168个破贼文书鼠，然后168个降魂，还有蓝品质的任意装备。好，那下一组是 Happy Halloween，HAPPY HALLOWEEN 这一组 HAPPY HALLOWEEN 啊，你确定？这个有300个金币，哎，不错。转蛋券有3个，再加60个精良武将碎片。好，那下一组是 LG233，LG233 啊，你确认？这个有转蛋券，再加16800的银币。好，那下一组是 LG666，LG666 啊，你确定？这个有转蛋券一个，再加这个精良武将碎片20个。好，那下一个是 LG888，LG888 啊，你确定？这个有转蛋券一个，再加精良武将碎片20个。那下一组呢是 LG999，LG999 啊，你确认？这个有转蛋券一个，再加蓝品质的装备神装拿起来。那下一组是 GIFTHEDY，GIFTHEDY 啊，你确认？这个有168个破贼文书蓝，168个降魂，还有这个品质蓝色装备。接下来输入这个 GIFTET，GIFTET 啊，你确认？这个有168个破贼文书5降魂168个，然后蓝色装备。好，那下一个是 GIFTMARIKA，GIFTMARIKA 啊，你确认？这个168个破贼文书位，然后168个降魂，还有蓝品质的装备。下一组是 VGL52T6Q6J6X，VGL52T6Q6J6X 啊，你确认？这可以拿200个金币，加5个招募令。哎，这个转蛋券还蛮多的，爽啊！好，那下一组是 TTNK6193O8PM。TTNK6193O8PN， 咱这个确定，这可以拿200个转蛋券加5个招募礼，哎，这个也很爽啊。ONVJ J2BQGWT， 就是上面这一串，接下来按这个确定，
就可以拿到哦168的金币，然后招募令两个降魂，还有这个金娘的武将碎片，爽啊！好，那接下来是这个 F 大写的 N， 然后 EN， 再来是 F 大写的 4P， 然后大写的 U 0大写的 T40 FNEN F4PU 0T40， 这样就是旭哥一幕输入这一些 FNEN F4PU 0T40， 接按确定就可以拿到200金币加这个五个招募令哦，爽啊，五抽。好，再来是这个小写的 E， 然后这个阿拉伯数 E， 然后这个小写的 T， 然后这个6大写的 M， 然后接下来是 DA 再大写的 A，然后再来是这个小写的 ZDY 5 1，然后这个阿拉伯数字的 1， 然后 T6 MDA， 然后 AZDY 5，它的这个礼包码都好难记哦，我靠！ 1， 然后 1， 然后 T6 MDA， 然后 AZDY 5，按确定。好，那我们现在到这个画面的右下角这个信箱，点进来之后，这个一键领取啊，把这些奖励全部领起来。哦，这个需要一个一个领，有这个200个金币，然后有这个头像，这个10万的银币，几码钞哦，转蛋券，再来新手礼包冲冲冲，有这个转蛋券，然后10000个这个银币，还有这个10000个银币，那全部爽爽领起来，那免费可以拿到这个小桥，这个稀有的神角小桥，超香的。白丝妹子啊，赞！好，那我们就来开抽吧。这个这么多转蛋券一定要抽啦，免费拿到这么多。哦，中了一个神角，哇，超帅，超P。来，哦，简雍，荀彧都不错。哦，帅啊，灵童。好，再来十抽，来吧。哦，典韦，典韦在此。再来，哦，孙尚香，哎、欸、真的爽。哦，张昭，也都蛮帅的。再来啊，哦，中了一只，哎、欸，紫色的神角典韦。紫色神角典韦，哦，哎、欸，紫色神角不好抽呢。哇，好，那我们接下来用金币抽好了，然后爽爽的开抽。哦，又中了一只啊！哇，哇，超帅的，赵云呢？各位观众，神角赵云入手啦！哇，超爽，超嗨！哎、欸，赵云哎，赵云是最顶尖的、啊。哇，真的爽。好，那继续抽啊，来吧。法阵哦，再来，荀彧，法阵，廖化。好，那把背包这些角色碎片开一开好了，看有没有什么新角色，灵童。孟获，再来，曹丕，然后哦，两个曹丕，一个孟获，一个灵童。好，那我们最后拿到六只的紫色神角啊，超爽的，而且拿到赵云啊，超帅的，赵云真的帅啊。还有像是典韦啊，然后典韦两只小乔，然后孙尚香以及。这个观音瓶右只紫色神角入手。那今天攻略就录到这边啊，最多组的礼包嘛，将近30组的序号，还有这个最爽的转蛋100多抽。那这个很多神角同入手啊，六只啊紫色的神角。好，那大家记得订阅频道，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那我们下一集攻略见了。